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秋围棋教室。今天带给大家的是1990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当中的一盘棋，对阵的双方是日本的坂田荣南和中国的于斌。这盘棋坂田荣南再现昔日的雄风，在手机的运用上和对时空的把握上非常的到位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。这盘棋于斌执黑先行，白棋是坂田荣南，双方开局黑棋是二连星，白棋呢是象小目，黑棋挂角，白棋拖，黑棋呢扳住，黑棋在这一带脱先，又挂到了左上角，白棋呢继续脱角，获取了角上的实控。双方在左边的这个定型，在当时那个年代还是非常的流行。下一招棋，坂田荣南采取了分头的下法，黑棋逼住，白棋挂角，黑棋呢单关守角，白棋后势的跳起来，黑棋呢小飞守角，白棋进角。那么被白棋小飞以后啊，黑棋普通的下法是要小尖，白棋呢大致还要补一手，然后呢黑棋拆边，这是一个非常平稳的下法。实战的于斌啊没有在这里小尖，而是在这大飞了一个，白棋补一手，黑棋呢拆边。那么这两手棋啊，当时在观战室里的棋手评价呀是不太符合于斌的这个棋风。那么于斌呢好像也是想将来啊能够罩住这里的白棋啊，发展中腹的时空。但是呢随着棋局的进程，那么黑棋啊在这一带的构思啊落空了。因为这里的白棋啊非常的厚，那么坂田荣南呢就选择了打入。那么对待白棋这个打入，于斌出现了失误。实战呢于斌是跳了起来，因为这里的白棋啊非常的厚，靠着白棋这么厚的地方来行棋的话显然不符合棋理。那么黑棋在这一带最简明的下法就是跳下去，静观其变，找到机会呢再出动啊这个黑棋。那么黑棋也可以压，白棋如果往角上爬，黑棋呢挡住，先护住角上的实控，白棋扳，黑棋呢粘住，白棋连接，黑棋呢再扳一个，白棋拐过，然后呢黑棋逼住这里的白棋。虽然白棋右边的实控非常的大，但是呢被黑棋抢到这个逼住，黑棋还是可以满意的。实战于斌啊从这里跳出去，那么这个跳呢也导致了于斌啊续盘阶段就出现了落后。白棋脱角，先安定这个白棋，黑棋扳，白棋连扳。那么右下角这个棋形最常见的下法是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连接。那么这里的变化呢，白棋会选择这个打吃，黑棋立一个，白棋挡住，黑棋一拐，白棋扳住，黑棋先手挡下去，白棋打吃。那么这里的变化以后，白棋啊获得黑棋这个角，那么黑棋呢虽然能吃住这个白棋，但是呢这一带的黑棋啊间隔太小了，显得非常的重复。实战于斌在这里选择了粘住这个白棋的虎一个，黑棋往上长，白棋一顶，那么这里的白棋啊已经安定。那么黑棋在这一带的本手呢好像还是要在这里补一个，但是呢如果黑棋在这一带补，被白棋在这一带拆过来的话，那么这些黑棋的这个外势啊效率显然非常的低。所以说黑棋在这里脱先了，抢了一手棋，逼住左下角的白棋，白棋呢马上靠了出来。那么在这里的下法感觉到于斌啊不太连贯，黑棋这里不敢扳，上面两个黑棋啊非常的弱，也只有往外长，黑棋贴住，
黑棋再长，白棋继续贴。黑棋贴了两个以后，扳住白棋。实战坂田荣南当仁不让，切断了黑棋，要求在中央和黑棋展开作战。那么在这个切断之前，白棋可以先尖冲一下，黑棋大致要飞，然后白棋再来切断，效果会更加充分一些。实战白棋切断，黑棋立下来，白棋往外长，下面黑棋就要处理这四个子，跳了一个，白棋呢也跳了一个。很显然这两手棋的交换，黑棋啊非常的痛苦。那么这个子呢靠着白棋的后势效率低，那么白棋呢走在了正面，将来啊对黑棋啊这个模样啊会有很大的影响。黑棋压了一个，白棋呢从这里挖断黑棋，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。白棋想通过这个挖断先护住右边白棋的实控，然后呢再冲击黑棋这一带的联络。黑棋暂时没有在这硬，先刺了一个。白棋如果粘住的话，这四个白棋有点重，所以说呢白棋从下面长了一个，黑棋顶了一个，护住这里的缺点，白棋呢也顺势一顶。黑棋一拐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呢这里一断，那么这个断呢也是局部的一个手筋，压缩呀白棋右边的实控，白棋当然粘住，黑棋呢提掉，白棋呢搬一个。很显然黑棋在这一带还欠着一手棋，本手呢看上去是要在这补一手，但是呢白棋会马上啊在下面动手，那么这里有尖冲，这里有攻击，这两个黑棋的手段可以啊破坏黑棋啊下方的实控。所以说黑棋在这里啊顾不上补掉这里的缺点，在这里跳了一个，白棋拐出来分断了这里的黑棋，黑棋小尖，白棋呢后势的扳住这个子。那么这里的白棋变厚以后，黑棋当然还要跳出去，白棋一飞，间接的呼应一下这里的白棋，然后呢瞄着这带黑棋的打入。那么下一招棋呢，于斌从这里搬了一个，白棋切断，黑棋粘住。那么黑棋在这里搬的意思呢，也是要让白棋在这一带行棋的时候受到一定的牵制，给他下法。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里黑棋的下法遭到了坂田荣南的反击，白棋没有在这里粘住这个子，而是呢从这里靠了一个，这手棋非常的犀利。这个时候黑棋是不敢从这里打吃这个白棋的，白棋往下立，黑棋立下去，在这一带可以形成一个大头鬼。那么白棋扳住，黑棋虽然可以往外冲，给白棋留下一些断点，但是白棋挡住以后，黑棋吃掉，白棋再扑一个，黑棋提掉，白棋再打吃，黑棋粘住。那么白棋呢是粘住这个断点，黑棋呢也只有切断，白棋连接。黑棋看上去这有一个挤，下一步就要门吃白棋，白棋呢粘住，黑棋一扳，白棋呢从这个方向收气。看上去黑棋如果从外面收气的话，白棋一小尖，这是一个老鼠偷油，这里的黑棋全部死掉。那么在这个局部，黑棋最好的下法就是这个拖，白棋挡下去，黑棋呢和白棋在这里开劫，但是这个劫是白棋的先手劫。那么这个劫双方都非常重，那么白棋踢掉以后，那么黑棋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劫材。一旦白棋把这里的黑棋踢掉以后，那么黑棋上方这个实控也显得非常的薄弱。所以说实战黑棋没有选择这个下法。实战黑棋没有断，从这里搬了一个，也是要迫不得已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呢连接，白棋呢再粘住这个断点。那么在这里形成的变化，那么于斌的局势呢进一步恶化。黑棋获得先手，先在这挤了一个，白棋呢粘住，黑棋一飞，要扩张左边的实控。
白棋先刺，这是先手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呢再一脚飞，那么白棋就轻松的把中央这个白棋的棋形啊处理好，黑棋紧凑的贴住，也是要最大限度的扩张啊左边的实控，来保持全盘实控上的一个平衡。白棋退了一个，黑棋挡住，然后呢白棋再靠，黑棋扳住，白棋呢退回去。那么白棋在这里靠住以后啊，在这一带还给黑棋啊留下一些味道。黑棋暂时没有补，先在这里挤了一个，白棋粘住，黑棋长出来，白棋扳，这是一步非常大的关子，黑棋扳住，白棋连接。因为这一带白棋啊还没有被黑棋封住，白棋呢完全可以充分啊利用黑棋这一带的弱点了，破掉黑棋这一带的目数，所以说黑棋也就立了下去。现在全盘的实控啊，白棋已经处于领先的一个地位。如果按照一般的想法，白棋完全可以这个时候啊开始收兵，可以从这里先搬，黑棋搬住，白棋呢一退，黑棋立下去，白棋再小尖。那么走成这样以后啊，还是一个白棋优势非常大的一个局面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啊，坂田荣南可能是杀的兴起，不依不饶，继续打入到黑棋上方这个实控当中。那么这一招棋啊，也再现了当年啊坂田荣南他剃刀的这种棋风。他还要把上面黑棋的实控啊最大限度的给你破掉。黑棋顶了一个，切断这两个白棋的联络。白棋呢居然还要从这里强硬的搬出去，这手棋啊非常的狠，把这两块黑棋啊完全的给切断。黑棋呢在这里也对这里的白棋展开了反攻，当然白棋要长出去，黑棋呢一小飞，先保证啊这一带黑棋的联络。白棋立下去，黑棋往外长，白棋呢继续贴出去，然后黑棋开始分断这里的白棋，白棋先点一个，那么这个时候黑棋没有从这个地方挡下去，白棋这有一个扳，黑棋扳住，白棋再一虎，这里的棋形啊黑棋非常难受，这里有断，这里有冲断的下法，所以说实战呢黑棋就从这个方向挡下去，白棋继续凶狠的往下冲了一个，就是要完全的切断这里的黑棋，这里的黑棋气比较紧，那么于斌呢也是忍无可忍，从这里切断了白棋，要在这一带和白棋鱼死网破。白棋搬了一个，因为下一步白棋这里就有冲断，黑棋呢也就后势的粘住，白棋连接，黑棋搬住，白棋从这里贴了一个右上角，白棋的实控还是非常的大，那么黑棋呢在这里搬了一个，也是寄希望于攻击这里的白棋。白棋先挖，交换了一手，黑棋挡住，然后呢白棋一搬，黑棋搬住，白棋呢下的非常的简明也清楚，黑棋不得已这里还有连回来，那么白棋呢抢占一个全盘最大一个关子，黑棋挡住，白棋继续搬，黑棋挡住，白棋连接。因为这一带黑棋还有缺点，所以说黑棋还要小飞护住这里的目数，白棋呢顺势把这个扳粘走到，这也是白棋的权利。白棋后势的在这里粘住，黑棋在这扳了一个，搜刮呀白棋右上角这个目数，白棋从下面扳，黑棋粘住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切断，白棋打吃，然后呢黑棋再一点，那么这两手棋啊也是一个关子的一个手筋，白棋连接，黑棋呢一扳，白棋呢粘住，那么黑棋走了这两手棋也是为了获得这个扳的先手，黑棋在这并了一个，白棋跳下去压缩黑棋下方的实控，黑棋先冲，白棋一并，黑棋挡下来，白棋再一顶，黑棋挡住，然后呢白棋再立下来，
那么走到这里以后啊，白棋的在实控上已经开始领先，那么而且呢，全盘啊非常的厚实，双方啊虽然还进行了一些官子，但是已经与胜负无关。最终呢，这盘棋坂田荣南以二目半的优势战胜了于斌。好，这盘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